包，玉米龙汤两百只哦，你来搞买两包，我加一包送你，我加两包好不好？我加三包哦，你搞买两包新价钱，来我这两包搁送你，两百块头前。两包，两包好钱了。来，两百只玉米龙汤好不好？一包卖到剩二十人，加卖搁剩完啦，搁一个两百来啦。来两包，这精品的啦，精品的啦，这大公司做的，一包够你啦，六啊七啦，八啦来啊，这两包搁送，搁一个人加两包送了。来两包，再搁两百好不好？两包，玉米龙汤。 这是恁家的粽子啊，对不？你要吃三包，三包退冰豆了，火甲开啊，是嘛？一支粽子拉一拉一拉，小花滚起来就好啊。小花滚起来就好，真正一间公司的玉米龙汤多好吃。我讲完听，恁无搞买人，给你七只块嘛，一百了。七只块嘛，真心好吃，一百块四十。一百块四十，你无买我都无买三包。我没有算你比较贵啊，你试试看看啦，一包最好吃。谢谢。七只块，好吧。来，我跟你讲，我讲过了，我你先去试。谢谢你。 你集中按，看你遐看有无咧？对，加一个。我看有无，我家己头家小弟弟咧。哦，无得咧。你来取无？安尼就较麻烦。来，赶紧个几个？来，我一个哦。百块。来，个一个。好，是过来，头前。一百块了哦，是好事哦。来，个有咩来无？一百。来一百哦。最后一个一百块好耍啊！一百块了，睇下去啊，一百个有咩来无？一百。这个玉米龙汤，拢有啊吗？都有了吗？一百。 这个买两包手摇去，啊！你这全部货你冰桥查查去，你厝口做侪人还免带做伙，卖面羹你也食袂了，卖面羹有在条食无？厝口食侪人，你也袂装备，免三包，两包拢来。哦，两包。啊，来你聊。食袂了，食袂了你也可以讲。到尾食虾啊，虾啊，到尾食虾啊。小志哥，我想要看你几箱，好，一步一步来，不要急。虾啊，有人要食无？到人来啊，卖袂着虾啊，我卖到五箱啊。 产地泰国，这非常重要，一定要甲你讲。我这产地泰国，一定要甲你讲啥？泰国的品质上好嘛是上贵的。来，看这泰国，哦，泰国来，三珠啊，一斤三十、四十、八种啊。爱食活动的，哦，活动啊，这有啥？活动的，活的有一种的，遐啊，遐有分两种，白白拢阿爸地价，一种死的。你干那最退冰就是我红头啊，我这只要一只红头，贵啊，全部给他卖钱，退钱，全部来，全部三个价钱，好不好？ 来，这个给钱，他要给你给钱哦，谢谢。来，你要吃虾啊，卖三千块、两千哦，唔免啦，一千块就好了。来一千啊！第二个上，哦，这平米就是简单简单啦。新价钱的，只要够你，做好再给你。三个价钱，你话一千块上面就一千。来一千嘞！来要吃虾嘞，白的哦，一千块，白虾。只要剩两百五十块，连收你都免够，二瓜多你都免袂着，好不好？我给泰国而已。来，最后个一个，我还讲两个了，我只要个上面，两个客人一千啦。来一千啦！好的，对了。 来个一个人给一千三百只，一千。一千哦，一千块，泰国哦，上高价不要泰国的哦。来头前个一个字。来头前个你哦。小志，你个帽子怎么好些？谢谢，感谢你。我走吧。来，来，一千个咩啊？我一千块，几啊个哩？几啊个哩？我若无要冲量吼，我死啊！一千系你领导给我豆豆烧了啊。 我真正是要冲浓，不要恁这人个支持我，互恁买着上上个虾啊！我无好笑个啊！他无啦，进到瓜多了，当然叫你抢啊！我坚持叫泰国要恁吃好个啊！我还讲搁一个人个啊，一千来啊！来一千啊！一千啊！这顿会三三几个虾啊，甲红起。好钱啊！好钱啊！一盒一盒有一千哦。如果你坚持，我也是跟你。我只有两个小孩。最少两盒四百，麻烦麻烦一下，我真的批发价四百，你买了吗？ 四百，两盒四百，好，你不要买一盒啦，哎呀，咱就炸一回来，你搁买一盒未？来炸一个两四百就好。来四百，好钱呢？来四百，够两百只，不要买一盒，最少两盒啦，好不好？四百够两百啊，无？来四包。四百啊，两包四百。那我吗？都有了吗？来，我两包都套回来啊。有啊，来，阿恁只要甲白白两百，春节。来两包。啊，不要卖差。好钱啊！来两包，来五百。够两百了。我想要卖鸡脚冻的。 我想要卖一寡较高级的，好哩。我很想卖一些比较高档的给大家的。啊！我一场，你先卖一咩？卖一咩？我这上面只囡仔呀，卖一咩？我囡仔是四两块对过，来这半尾只来二十块，上面也没有了。二十啊，一个两个三个。蛤蟆两块，花八两，二十不？来，这二十啊，一个两个三个。花八两，卖一斤哦，花八两，再包一斤。靠，我要这钱哪里啊？
来做起。你老婆在做客过来耍。六起，四六起啊，六七起啊。好啊，莫想坐啦。八起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遐有一个解休哦，解。来八。有一个解休哦。我先安好啊。啊，这是谁啊？硬扛嘛，硬扛。来个五站未来？有啦，你要意大利面啦，我即马随个袂，加小智。八起啊。来，哎，放心。小加你几个？六八个啊，七的八，九个要九个啊。好啊好啊，麦克收下是个。你八啊？九。这全部包十七个啦，小智，全部十七啊。一个玉米拢较好啊。来，我是来请教你有要点菜，若无我就家己一盘溜溜皮就好。有要点菜无？无要点菜啊？来，无要点菜我好啊。来，你先，我想我要怎好。来，你花枝肉吗？花枝牌吗？来，这包我请我，这鸡脚冻，你先当去吃，退冰就使吃，真正好吃。一包百五，两包三百，三百变二，五变两百了。买两包呀！加一包肠，你先加一个，我再加一包四包啊！来，两包上面吃。哎，两包。有人要吃鸡脚冻吗？两百块，两百块，还要几个？两包，有人要吃无？两包，拢有啊，都有了哦。我这画第二届。啊，不爱阁画第三届，好，来我了钱哦，大家吃好无？了钱哦，大家吃，我吃买酒买咖啡同款咯。好，啊好吃来吹我，无卖你足贵的，一包卖五十块尔。来，今日你收三个，一个你收三个，今仔日尔，听好啊，一包一条我了，一百块，一只虾我了，你卖给我五百块，一百条我了，两个三个，一瓶三个，一瓶三个，一瓶三个，我三包你一包五十块，不爱留。两虾无啊？两虾，两虾。一包五十块，我收三个，我袂记呢，我七包你收。我无要收你喎，我无两虾啊。啊！你两位是哪里？我是卖的，卖的啊！生意啊，好啊，实在好啊，家庭。青菜就好啊。来啊！这首麻烦是个，今日这首是做好只啊。咱小个人个就知影切个了。伊这是海鲜牌花枝牌，这等下我来讲。你敢有人要食葱抓饼？我葱抓饼嘛，介好食，敢有人要？伊这海鲜花枝牌，这三块外偌济？三块真正的美乃滋，咱卖百五块。这六块三百块，三百下无鱼啊，无下无，拢免先加钱两百来。来两百咯！七条哩，八条哩，九条哩，十条。我来讲，今日你搞买两百，十一条哩，十二条哩，十三条，十四条，十五条，一个人加落两百上面。两百，两百哟！老钱，老钱一个哟！来，我来讲啊，全部剩两手尔，你今日搞买两百个啊，搁加一块，搁加两块，搁加三块，搁加四块，搁加五块，搁一个人加两百来。来两百一个哟！有人要食花枝海鲜牌无？三条两百块，老钱。来两个啊！六条、六条、三百、七条、八条。九地来十地哦，来十地无够哟，无够，我讲你搞了。来两个啊，其他人意大利面讲，十一地、十二地来溜了，十三地、十四地、十五地、十六地、十七地、十九、九，来二十地，来两百。够人要食鲑鱼，鲑鱼够人要食鲑鱼，金龙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来八、九、十，其他个弄掉哟。来，搞你先去看，喂，弄掉，直接包掉。来。我来讲，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来最后一个一百上面一百块。好，边啊？等下迄个先啊，我抓迄个先啊，还佫头前啊，头前啊，一个块啊，头前还佫右边，拢无啊，一百块尔。来，你想要食鲑鱼的手拿起来，鲑鱼哦，来鲑鱼来，就是鲑鱼去啊。等下者，我这用我这无。这十个哦。来，走啊。我鲑鱼画了画意大利面啦，好无？意大利面都人伫遐咧讲要爱啊，我袂记人画。对两个歹势啊！就这你去弄什么？啊好啦，好啦，先安尼啊，无差啦，赶紧。来鲑鱼上面吃，这是迄个智利的鲑鱼哦。啊，这你敢知啥物叫智利的鲑鱼？智利的鲑鱼就是讲，互你退冰了，你会看到下边一份一份那只沙西米迄落油脂啦。哦，好，这是银鲑哦，这是智利鲑哦。来，要吃，卖互你开三千，啊，先给几斤管了。卖互你开两千好不好？一个人要就两好不好？一千块上面吃鲑鱼。来签啊！有没有人要吃鲑鱼？来签嘞！一千块上面吃嘞，一千块了。有人要吃鲑鱼的吗？小智，我你收一下好不好？一千哦。一千有人要吃无？一千。一千哎。一千有人要来无？给他们煮啊！我这鲑鱼你也无录啊，真的。一千上面吃啦，这得够你啊，这得够你。来签了，这得够你，你搞袂一千啊？系啊，汇钱啊，存着，这得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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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加钱啊，咱们搁加一个，来全部三个加钱。我来讲啊，无安尼啊，这得过来，来三个落啊，一千块上面。来签好钱啊！一千块来，收着，谢谢。来，谢谢你，来钱。我搁送个恁吃了哦。
来，我来讲啊，我过来拜两礼拜拜伊就过，啊，我今日做会到的，给他们吃，好吧？我过来三天，我公休办活动，啊，你也当我的官网看，来，我今日接到你，唔免再考虑啊。我这是智利的，你若伫外口买着银龟，你当买着啥无？买着，啊，不过若智利的你买袂着，最后一个人买一千块。来一个啊！来一千块了，来个要食鲑鱼的无？一千块。哎，一千哦。鲑鱼够两百只无？一千块。搁招一个人提了无？一千。一千哦，不要，黑了。一千块要来无？天啊！好紧哦，好紧哦。一千块。无要紧，无要紧。拢有啊吗？你敢有食袂了？是要买五百的无？到后尾买五百，若无咱卖了五百。对，好钱，五百啊！来，五百，吃不了买五百，加你几个？我一个，一个，我两个。你五百两个啊？哎，我两个。我五百一个，一千一个啊。五百你剩下一千。一千呢？啊，大只海刀。好嘞，好嘞，好。阿明家的啊。好嘞，好嘞。好 ，OK。来，大只海刀拄啊好。来，坐一下。你若买一千，就是加一个啊。我一千，我来一千的给你，谢谢你。要你五百，五百的。够要五百，够要一千的无？够要五百，要一千的无？有啊，有就收起来啊。来，收起来。来，来，我这身边哦，这个简单，睇下起来。到人要食铁路排骨，我今日我无机会介绍下。到人要啊，意大利面啊，排骨人要食的无？三百五百，免啦，来要食排骨就两百我啦。来两百啊！排骨三百千的，这条够，这条够哩。大地的排骨啦，两百俩。来两包，有人要食排骨无？把这条给你，两个客钱好啊，无该花三百啊，这条给你，全部两个人客，两百三百两百。两百啊！有人要食铁路大排无？